吉隆坡出名的南向吉更返开分行开到拉拉波小冰箱的里面来，大姐很忙跟顾客写 order。 跟着你的阿姨如果很富有有黄瓜年要去办了吗？大姐你就怎样 order 的？ OK， 这个是烧鸡，这个是白鸡，这个是叉烧鸡，你参参一齐两样冇？这个是双拼咯，双拼加多三扣钱咯，啊？咁样如果三样参参一齐，爱加几多镭？嗯，跟住呢个系三拼，三拼即系三种肉都有噶啦，就十八扣九。一些三料十八扣九，咁样有饭嘅冇？咁样咧，你饭如果唔爱咧，你可以换云吞面。咁样就俾我一色啦。Chicken rice 梗系鸡饭噶啦，如果云吞面就系 chicken meat 咗咯。头先听讲有蛋汤嘅系嘛？啊，呢、这个汤咧，我哋系老火汤，有老黄瓜、莲藕同白萝卜啊，你哋可以 share 嘅，一人九九嘅啫。仲有咩可以加料嘅冇？跟住呢度系点心啦，个烧麦啊，蒸嘅流沙包、炸虾卷啦，个叉烧包、流沙包、糯米鸡、怡宝炖蛋啦。南香芽脆都好正噶。师傅，旧摆你喺边度做噶？新加坡。喺新加坡几多年？新加坡做咗十年咯。南香原本喺边度开始嘅？系怡宝总行喺怡宝啦。都系总行咧，喺慈祥街，就喺苏丹街总行。啊，180几年代。嗯，你喺个门嗰度啊，嗰个招牌。哇，80几年卖鸡饭嘅老招牌哦。嗰阵时唔理识仲未麦迪胶哦，咁耐历史应该好多人都识噶。一讲到南香系住 K L 嘅景色噶啦，嗯，到处都有，到处都有系。苏妈加起嚟，怡宝吉隆坡有几多间分行啊？依家暂时如果系讲系南香鸡饭嚟讲咧，专卖店咧就系3间。如果南香怡宝咧有10几间。咁样好方便咯，削冰削冰下又可以食南香鸡饭咯，刮到白酱汁，香香的酱油，擦出荷花的味道。怡宝鸡饭一定要芽菜啲。Good， 请问下呢位先生，你边度嚟噶？我香港嚟噶。哦，你嚟呢度打包咩？我叫咗两个鸡饭啦，然后一个叉鸡饭，仲有叉烧饭，系咯，叉烧饭都系咯。你打包成只鸡髀冇枕嘅？啊，成个鸡髀上，因为我哋小朋友中意成个鸡髀食，就唔使起骨。小朋友都好品味享受。Mr. Hong Kong， good， 南香 chicken rice， good， 唔理食 good。哦，好好啊，啲人又好啦，啲嘢食又好食啦，系咯，气候又非常好 ，everything is excellent。系你今次嚟呢度搭巴？唔系第一次嚟噶，第一次嚟，系咯。OK 啊，一岁带多啲香港 member 一齐嚟食啊！呢度就系南香鸡饭。南香鸡饭喺边度？啊啦啦 ，good。啊，仲有叫一啲汤咁样咯。